上粉丝问我，我们不小心把七十一变异人子同时掉下落海，该怎么自救？大家好，我是小五，今天我故意把车开下来，只为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。我这个方法只需要三分钟，而且只需要一个人就能轻松把它开上去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接下来我马上给大家实践一下。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。我们把下面顶起来是为了让这个底盘循环，等一下只需要挂住倒档，慢慢往后面倒就会出来了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去实践一下。这是不是轻轻松松就上来了？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前面顶点放下来，往前面开就可以抽水了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小五，每期都会给大家分享实用的驾驶技巧和安全知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